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政府刚刚宣布的针对网络平台算法问题的治理专项行动。这项行动不仅是一次针对行业的整顿，还是一场涉及劳动者权益、数据透明度以及信息多样性的革命。政府的介入意在防止因追求利益而侵害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并打击那些操纵棒班和推送高度同质化内容的行为。 此外，这一行动的核心目标是提升算法的公平性、透明度和责任感。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信息茧房现象，政府强调了多样性与公平性的必要性。这场专项行动的影响将持续到明年二月十七日，并涉及各类网络平台。在这场辩论中，我们将听取专家们的不同观点，探讨这项行动的必要性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数字时代，中国政府再一次展现对网络空间治理的坚定决心。十一月二十四日，一项旨在纠正网络平台算法弊端的专项治理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整顿，而是场涉及多方权益、技术应用及社会安全的全面变革。 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此次专项行动是聚焦利益而侵害新型就业形式劳动者权益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外卖、快递等行业的迅速崛起，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等部门联合发声，表示将严格控制因压缩配送时间而导致的配送超时、交通违章和事故发生率上升问题。 通过详细公示、时间预估、费用计算以及路线规划的算法规则，力图为从业者构筑一个更加安全、合理的工作环境。与此同时，治理行动还瞄准了日益普遍的信息茧房现象。信息茧房，信息茧房，简单来说，就是用户在互联网中被相似的信息包围，难以接触到多样化的观点和内容。这种环境不仅限制了用户的视野，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为此，通强调要建立防范机制，提升推送内容的多样性和分居制，提升推送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禁止推送高度同质化的内容，引导用户沉迷。此外，榜单透明度的问题也成为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近年来，操纵榜单刷榜行为层出不穷，不穷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此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健全技术手段，严厉打击水军刷榜、水军账号等违规行为，确保榜单排序的公正性。可以说，此次专项行动的目标不仅限于整顿网络平台算法的使用，更在于确立一套以用户权益为核心的算法道德标准。算法导向的正确性、算法的公平公正性、算法的公开透明性以及算法责任的落实，都成为行动所追求的目标。 然而，机场专项行动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通知中明确指出，行动将持续到明年的二月十四日，涵盖包括各类网络平台在内的广泛领域。此举无疑是对企业的一次重大考验，要求其对平台现有的算法系统进行深入制查和整改。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此次专项行动也许看似遥远，但实际上却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算法不仅决定了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看到的信息、享受的服务，也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正因如此，算法的每一次调整、每一项改进，都是对用户权益的重新定义。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算法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然而，它的每一次进步都应伴随着对社会责任的更高追求。在这场算法治理行动中， 中国不仅展现了其在数字空间中追求公平透明的坚定信念，更体现了对人性化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这不仅是对国内网络环境的优化，更是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的思路。无论是作为网络平台的经营者，还是普通用户，我们都需要在这场改革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正如那句广为流传的网络名言：“算法无罪，善用者无愧。”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 网络平台将不再只是冰冷的代码，而将成为充满人情味与责任感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通过这场专项行动，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和负责任的数字未来即将到来。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 中国开展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必要且及时的措施。我们都知道，算法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也因为其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算法的同质化推送让人们的信息获取变得狭窄，而大数据杀熟更是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政府的干预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公平的算法环境，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哎呀，楚天舒，你这想法真是天真。我倒觉得这个专项行动只不过是政府又一次试图扩张自己的控制范围罢了。算法的应用本来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你看看那些送外卖的骑手，不都是靠着算法安排的时间赚更多的钱吗？政府一插手，难保不会让市场失去它应有的活力和自由度。 这种干预只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和操作成本，最后受害的还是消费者和劳动者自己。谢琪琪，你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往往会忽视劳动者的权益和安全。比如说，为了提升效率，配送时间不断被压缩，导致交通事故频发。 历史上，很多行业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比如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工厂工人，没有劳动法保护时，他们的处境何其悲惨。所以说，适当的监管是为了保护最基本的人权和安全，而不是限制市场活力。哎，楚天舒，你说的历史我当然知道，但这并不代表每次都有必要进行如此严厉的监管。 你看，过去几年的科技发展就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实现的。再者说，算法同质化推送和用户的选择有很大关系，算法只是遵循用户的行为模式来提供服务。难道你要机器人去猜测人类真正想要什么吗？这不就是天方夜谭吗？让市场去自我调节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过度监管只会适得其反。 谢琪琪，市场自我调节的理论在经济学上听起来很美好，但实际操作中却屡屡碰壁。我们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算法推送的同质化让人们活在信息茧房里。这不仅限制了个人信息的获取，还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政府的适度干预是为了保证信息流通的多样性和公平性。 再者，透明度的提升有助于维护市场的健康发展，减少恶意竞争和不当行为，这点连亚当、私密都不会反对吧？楚天舒，你说的这些高大上的理念，我不否认有一定道理，但实行起来未必能如你所愿。算法透明化听起来很好，但具体到每一个用户的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因为过于复杂而影响用户体验。 我们都知道，市场的自调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算法也在不断学习和优化。政府的干预一旦过于频繁，反而可能阻碍技术进步和市场效率的提升。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或许才是真正的智慧。我是评委何理，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楚天舒和谢琪琪都各自表达了对于中国政府针对网络平台算法治理的立场。 并展现了各自的思考深度与逻辑推理，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观点上的局限性。楚天舒的论点强调了算法治理的必要性，指出算法的不透明性与同质化推送对用户权益的侵害，这是当前社会中确实存在的问题。尤其在数据驱动的商业环境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政府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维护公平性与安全性。 然而，楚天舒的观点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政府干预的信任度。历史上，过度的政府干预往往会导致市场活力的减弱，这一点在谢琪琪的反驳中得到了强调。谢琪琪则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的介入可能会抑制技术的进步，阻碍市场的自我调节。他的观点反映了对市场自由的重视。 这也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然而，谢奇奇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前社会中资讯不对称的问题。当用户在算法推送下被限制在狭隘的信息范畴中时，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两者的辩论中，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元素是彼此的假设立场。一方面，楚天舒的立场显得较为理想主义。 希望透过政府的介入来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环境。另一方面，谢奇奇则强调市场的自然发展，并认为用户的选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种对立反映了当前政府与市场之间平衡的困难。总结来说，这场辩论引发了对于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的深刻思考。两位辩手都提出了有力的论据。 但同时也反映出当代社会在科技与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未来在算法治理的道路上，或许需要更为灵活和智慧的解决方案，既能保护消费者权益，又不会过度束缚市场的活力。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